大家好，为各位介绍相关上商品。今天为各位介绍的车型呢，我们看一下是一台 BWS125。那为各位介绍这样商品呢，是鲨鱼的一个锻造框的部分。那今天为各位介绍一个是鲨鱼的一个 C 款的一个前框。那基本上呢，鲨鱼的款式其实有很多种，在前框的一个部分，大家可以上麦可仓库汽车精品的一个粉丝专页，去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请看一下粉丝专页里面一个相片的一个部分，那里面会有这个相簿，大家请各位可以找到这个鲨鱼的一个部分。我们在鲨鱼框的部分这个地方呢，对于各款式各样的内容，其实我们建构的非常的齐全，建构非常齐全。各款式呢，基本上我们都有一个超连结做一个对照，那我们基本上呢，可以很轻易的去找到说这个款式的一个对照的方向以及价格，那基本上是一个最齐全的一个这个鲨鱼框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看一下鲨鱼框，这是一个 C 款的一个部分。那每个款式呢，外形上都一定都会是一个不同的。那我们就用影片呢，很简单的一个来表述一个这个各款式一个造型。那目前各位看到是一个 C 款的一个部分，那 C 款部分就是如影片中大家所看到的一个，它是属于一个极为轻量切削的一个放射状的一个造型。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那当然框呢都是由这个锻造的一个粗胚，那经过这个 CNC 的机台切削完成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像中间的一个部分，切削的都非常的漂亮。那当然这也是鲨鱼的一贯的一个工法，那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造水准。那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个 C 款的部分，是比较属于一个有穿透感的一个款式。那相对的呢，在购买时候更换呢，也可以换成这目前各位所看到一个 CNC 的这一个气嘴，做一个搭配。那目前像各位看到这个客人所选择的是一个 CNC 的一个气嘴，然后再搭配银色的搭配这个碟盘的一个座，也是一个银色的，有一个搭配的一个功用在。那当然框的款式可以选择，那颜色当然也可以选择。颜色呢，基本上呢非常非常多的颜色可以做选择，尤其在这个鲨鱼这个选单里面，那基本上呢常见的颜色，不管是金色、蓝色、红色、绿色，或者是一些特殊色的部分，那大概总计有高达十种左右的一个颜色可以做选择。那基本上只要事先订购的话呢，都可以选择到自己所喜爱的一个颜色。那不像目前这位客人所挑选的是一个金色的部分，但金色是一个最被大众所接受的一个颜色。那基本上如果搭配像前叉一个部分，整体来看，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漂亮。那一个整体的性也非常足够。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边，那以及像这个如果有跟碟盘卡座来做一个相呼应的一个搭配，那像这位客人所选择的是一个奔波的公司货的一个对视黑底红的一个卡钳，在此也是一并连前叉碟盘等等一起做安装。那碟盘选择是 FAR 的 SS 的一个系列的一个碟盘，整体的搭配上的一个视觉感呢，还是非常的一个足够的。那油管部分是选择了穿透力式的油管。那基本上呢，整体的搭配呢，当然是因个人而异，以及颜色的这个选择因个人而异。那基本上呢，款式呢有多种款式可以选，欢迎到麦可仓库汽车精品来选购，到我们的相簿找到我们的鲨鱼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有做一个超链接，那喜欢朋友们可以参考看看。那我们也有搭配很多的一个刷卡或是无息分期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大家可以参考看看，也可以发了我们的一个脸书，那可以在这上半部的地方，大家点进去，都可以连接到我们的，尤其上中间部分连接到我们超连接一个部分，连接到我们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部分，希望朋友们可以参考看看，谢谢大家。